真管用，这鸡毛管子有韧性，还光滑，正好拖住这两头。哼，你那个怪儿子还真是有两把刷子。嗯，嗯，嬷嬷，哪儿来的雷锁？ 怎么又变严重了，主子？您找我？啊，这是龙帮主让我给您送过来的，您不在，我就顺便给您放桌上。他为何不自己来？谁知道？他现在叫了一群人在后院瞎转悠，说什么雷公显灵要下雷公笋。哪儿来的雷隼？ 主子，你怎么脸红了？吩咐下去，让人仔细测量这个版型，按照不同的型号打样，通知各个工坊加班赶制。这不是……还不快去！赶制多少？1000套。是。雷公锁。 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庄主，这是这个月的账本，请过目。这边是这个月的货物，总共是5箱，一共是200件肚兜。